起建乐松养相社金钟座为49年庆典，名家票友就特恩强门会，也到咱今麦时代舞台上特别邀请到跟咱百花调节伊的一位优秀嘅演员，在名调节老师黄宝起甲赖少峰，这位上台，伊将强强两手演绎一首《死死不忘雪娇妻》，来热烈的掌声。有请。Ooh.
我都能看见，看现在三百。